台北市依照都市计划法所划定的三大风景区，近年来公务局砸下数亿元的经费进行施工整建，并且计划在春节前完成整体规划。而全新打造的三大风景区又称为 XYZ 风景区，到底 XYZ 是哪三大风景名胜？接着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去了解。台北市依照都市计划法划定的三大风景区，其实就是仙鸡岩、圆山与指南三大风景区。公务局三年来每年在这三处各编列四五千万元的预算进行维修翻新，全新整顿后即将以 SYZ 风景区呈现在游客面前，也成为今年春节最夯的旅游景点。我们一般市民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这 SYZ， 以为是我们的数学方程式，那事实上我们是代表我们台北市的比较特有的这个 XYZ 风景区，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，由这个概念来代表我们台北市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风景区。台北市三处风景区其实各有生态特色与历史人文，近年来在公务局的规划下，营造生态、景观、健身与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，民众也可在半小时内从市区抵达三处风景区，可说是相当便利。仙鸡岩大概顶多半天了，仙鸡岩是比较小，只有六公顷多，那圆山风景区有130多公顷，那指南风景区33公顷，可是指南风景区它可以搭配猫空跟这个猴山岳的步道，也是可以一天的行程。历经三年整建 ，SYZ 风景区新景点逐一落成，也大幅改善各园区长期以来老旧的意象，成为春节出游的最新选择。中嘉台北新闻刘德瑜采访报道。